降起下马起，民生物资随着油电起价，民众愈来愈痛苦，甚至出现了罢免立委的声音。在野的民进党嘛，要做回来加入这个行列。民意代表要跟民意站在一起，民意代表不能够背离民意。当你背离民意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要接受选民的制裁。对民间团体说法去，被罢免不适任立委的这个行动，民进党要全力的配合。进动的立场出来，进动立场出来，要来检验这无顾着民生的立法委员，要透过和地方团民间团体大家共同的努力，要来开始罢免。因为国民党一个立委在立法院的席次比较多，对中央要求通过300斤米谷改进以及电价起价的要求，民进党也希望在地的立委表达立场。张家俊伟，你要站出来，你要明确的讲，这是攸关国民健康、攸关民生重要议题的美牛案，你的立场是怎么样？如果你支持国民党版的话，那你背离民意了。对民进党的支持，国民党一个立委张家军也清楚表明立场和想法。顶一届吼，像街头抗议的时阵，阿军嘛是吼担任咱婚姻官来抗议的这个副总指挥吼，阿家军都拢已经站出来啊，每一届投票吼，也无去投票，所以我无了解讲，因讲我立场无明确是无明确的的一个所在吼，本来家军的。一定会坚持吼，来反美牛，反瘦肉精。不管是对一党，只要是民众选出来的民意代表，都应该将人民的上大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安装好国家的政策，符合民众的需求和国家的利益，就看民意代表的智慧了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